来，准备。
三二一，加油，报警哦！啊！怎么又哭了？慢慢低头，慢慢低头。因为其实我了解到这个团体，可能就是因为我看那个《马路徐家学员》，然后呢，他这首歌是那个剧的片尾曲，然后呢，就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曲终人散这种感觉吧，可能是因为，所以而且我当时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所以进团后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所以会选择这首歌来作为我这个毕业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它可能整体听起来会比较就没有像我们团以往的歌那么活泼啊，或者是其他什么风格，它就是有种和唱团或者是唱诗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然后他或许也适合表达一些情绪吧，而且因为他本身他歌词是四月成熟的樱花象征分别的书签嘛，然后我的生日也是四月份，所以我就觉得他非常合适，然后就选了这首歌。在构思的过程当中觉得既然他是一个毕业的这样主题的内容的话，可能我就是想跟成员们多一些连接。然后呢，虽然说现在好像熟悉的成员们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可能也不太能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但是还是希望有一些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可以有感触的部分吧。所以构思就是这样子，走一个煽情路线，就是好像大家每天都在日常相处着，因为更贴合实际一点嘛，就是这种日常相处，你可能每天都觉得就像好像上学一样，某一天在你没有发现时间已经过去的时候，好像就已经面临离别了。所以我不想要它是一个特别有预兆的那种什么毕业快乐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希望它是有一种就是在大家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间已经到来了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样构思的。
边你梦里，忽而曲声随风起，虽然无奈，这一点也不奇怪。